欢迎大家嚟到 Simple A Class 嘅 YouTube Channel。我而家就讲紧系 Ultra Simple Course on Projectile Motion 嘅第15版嘅 Checkpoint 第二题啦。咁首先第一步咧，我就要 set up 翻，我就要画翻嗰3个图啦。第一个图系情景图啦，填翻啲。我想啱啱的內容應該幫到大家不少的了，如果大家有不清楚的地方，歡迎你們留 comment 來問我們。如果想知道我們最新的資訊的話，就 like 我們的 Facebook page 啦，拜拜。